旗后面一直传来说撞到水箭龟了。大家好，其实是我第一次来剧里面的黑客松。那我之前在家里就有看过爱达意这个网站，觉得还蛮有趣的，所以今天来就先到他的 GitHub 去克隆一些 code 下来看。那看一看的结果，发现我是想了解他这个网站是怎么做的。看看结果发现，他是用 Semantic UI 很好，还好不是用 Bootstrap。不是说 Bootstrap 不好，是因为我只会 Semantic UI。然后就看看什么地方就想说我可以来改，所以我来看一下他原本的网站有哪些可以我来修改的。那我现在看网页，职业病第一个就会进来的时候都会先拉一下，看缩小有没有手机版的问题。我想到，这我好像可以来改，不过想一想说，还是去他们的 GitHub 的 issue 看一下，有哪些是比较紧急的。好了，所以我点进来看，发现第一个。今天早上发的 issue 可不可以提供我的版本？太好了，那我就来改吧。好，所以今天我就试着去改 Semantic UI， 把它调整可以手机版显示。那目前之前的网页就是缩小的时候右边会被消失。那我现在就是今天的成果就是可以把它缩小成一排。当然还有很多地方可以修改，不过至少起了个头。好，继续加油。我时间交给张敏。感谢 Hank。 我其实不准备想我但是一直排这个 K 柱很忝的，所以说我跟他说后次他要代替我排那个投票指南，他也答应了。我知时候没把这个网站介绍好，想说你若是找到这个词，这个 K， 你若是扩大，你若是感觉 K 较好，你就会使试这个。你若感觉扩大较唔对，你就会使，我就卖试啊，你就会使安尼怪怪。这个顺序，对，照这个顺序，我来查一下。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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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哈啊，编业台语书店啊，所以啊，为虾米已经有台语书店，咱搁爱做这个网站？啊，我感觉就是讲台语书店无收迄个新的书嘛，收胡启邦，那有可能伊收这个书啊，所以讲一个语言就是一定爱有人来使用才会较丰富啊。好，就安尼，谢谢。等一下，大家要赶快去把那个顺序补上。抱歉。